探索 AI 艺术的道路上，你难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当他人已用算法编织出巴洛克式的织物美学，你的生成结果却仍在抽象表现主义的边缘徘徊。那些未能驯服的尼龙纤维与失衡的鞋跟曲线，不过是前空间里尚未觉醒的数学幽灵。它们并非缺陷，而是模型在向你提出诘问：究竟是我们不会描述美？ 还是我们从未真正理解美。今天的实验将解剖这个认知陷阱。当你说丝袜时，AI 读取的是折射率还是封建史？你要求的细高跟在 latent space 中究竟更接近哥特尖拱还是量子碎穿？我们将用拓扑学的手术刀剥离这些视觉隐喻，直到提示词不再是咒语，而成为精确的坐标参数。届时你会发现，达利的钟表从来不是错误。 只是坐标系的一次非欧旋转。当然，如果你坚持要符合解剖学标准的作品，那我们就从 c l a p 模型如何解构维特鲁威人开始讲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踏上这条熟悉却尚未被驯服的道路，探索 AI 艺术，尤其是它如何在丝袜与高跟鞋这类游走于时尚符号与情色文化边界的提示词背后。 构建起一个由语义权重、审美幻觉与社会暗示交织出的潜意识图景，在这些提示词面前，AI 不再是冷静的计算器，它变得暧昧、犹豫，甚至开始模仿人类的双标，既渴望理解欲望，又本能的害怕越界；既试图呈现美，又不敢直视其来源。正如其泽克所提醒的，最危险的意识形态，恰恰是他假装自己是中立技术的时候，AI 的每一次默认行为，看似是安全机制。 实则是偏见与焦虑在模型参数中留下的文化指纹。所以，当它避开丝袜、闪躲高跟鞋，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模型的保守，而是它在模仿一个文明面对身体时的羞怯，在继承我们尚未完成的审美进化。它拒绝性感，但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风险控制。它压抑肉体，并非因为洁癖，而是因为算法怕出事。从这个意义上说，AI 不是新文明的先知。 更像是老世界的审查员，只不过他穿着深度学习的制服，说着语义嵌入的术语，端着一副我很中立的脸。但这次我们不谈突破，不谈解放，不谈灵感，我们谈的是更艰难的事：如何在模型的限制之内，把提示词写到极致？因为你终将发现，AI 不是画家，它是函数的管家，它不会飞跃，它只会对称，它不思考意义。 他只统计贡献，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让他懂美，而是让他在那片封闭的概率宇宙中，精准的踩中你给定的审美节拍。这不是创作，这是在解构一台生成发动机，用语言的手术刀，在他的神经网格中劈开一条可控的幻觉路径，就像米开朗基罗面对那块粗糙的大理石。 他没想把它砸碎重塑，而是相信维纳斯已经在那里了，只是等他把多余的部分削掉。提示：词写作的本质也是如此，不是描绘，而是剥离；不是堆砌，而是挖掘。本期视频，我们的手术刀将精准刺向两位图像巨擘的神经系统 ——GPT-4，也就是 l o e 三以及可灵 AI。但请注意，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某个平台的使用技巧。 而是一整套可以迁移的提示词控制哲学。无论你用的是 SD 系列、Flux Mid、Midjourney，还是未来还未发布的某个高维生成模型，只要它基于文本生成图像，它就逃不出我们今天要讲的语义支配机制。模型可以更新，UI 可以重构，但美的控制历史中来自你落笔的每一个词。在这个语言及光影的时代，你写的不是提示词，你在雕刻一张图的命运。 现在，丝袜与高跟鞋的命运悬于你的表达之上，一句之差，决定他们触发模型的规避协议，沉入审查阈值的语言事件世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他未曾被说清，也因此从未存在。或者，他穿越了审查与歧义的裂缝，精准嵌入生成逻辑，被接纳为前沿时尚艺术的命令格式，编译为图像之美。 维特根斯坦也说过，语言的意义是它的使用方式。那么，面对大模型，我们该如何使用语言？如何把词写成可以唤醒图像结构的指令？如何让丝袜不再是风险词，而成为风格语言？从这一刻起，语言将不再讨论图像，它将开始掌控一切。在写提示词之前，先搞清楚一件事：你写下的。 不是文本，而是模型将用于构建图像的参数指令。想要有效，就必须先理解它是怎么读懂你的。关于大模型的工作机制，已有太多博主做过全面科普，而我们不做泛科普，只做精准解剖。所以，我们将只关注两个词：丝袜与高跟鞋。为什么在模型面前，它们有时如禁咒般被拒绝，有时却能毫无阻碍地进入视觉系统？是算法在双标？ 还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本就埋藏了隐性歧义。对我们来说，丝袜是一种材质，高跟鞋是一种造型。对模型来说，它们是一组历史贡献频率极高的视觉符号，被无数图像、标签、文本共同训练出来的结果。模型不会判断你想表达什么，它只知道你用了什么词，它们通常出现在什么语境里。在它眼中，丝袜可能和职场穿搭绑定的很少。 却和某些特定视觉场景绑定的太多，所以你说丝袜，它不管你在讲美感、质地还是艺术，它第一反应是这个词风险高。你以为你在描述，但模型以为你在暗示。你看似用了中性的语言，却唤醒了它训练中最敏感的记忆。所以问题不只是算法是否双标，而是你给出的那组词本身就不够明确、不够专业、不够可控，在这套系统面前。 模糊不是艺术，是危险。如果你想生成一张美女穿着高跟鞋丝袜的照片，大多数人会这么写：a sexy girl in stockings and high heel。结果是这样，不是你词错了，而是你的表达让模型选择了一套最安全的默认输出方式。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讨好模型，而是逼它精确响应，用明确的词、清晰的结构、专业的语境，让它没有退路，只能照做。你说不清，它就选默认。 你要说得准，他就无法回避。提示词不是一句话，而是一条精密的生成指令。A beautiful young woman with flowing long hair, sitting at a modern office desk, wearing black opaque pantyhose and signature nude Christian l o b o u t i n high heels. 一位长发飘逸的美丽年轻女子，坐在现代办公桌前，穿着黑色不透明连裤袜，脚踩裸色。 红底 Christian l u b e l t o n 品牌高跟鞋，这不是形容词堆砌的句子，它是一套图像构成控制链，每一段都在干实事。Beautiful 控制脸的审美方向，Young 控制年龄的范围，Flowing long hair 锚定头发形态，Sitting 给出构图动作，Modern office desk 固定场景位置，提供逻辑背景。Pantyhose 是中性词，比 stockings 更容易过审。Black opaque pantyhose 把材质、颜色、遮盖性写清楚。 直接定位为穿搭，不是其他暗示。Signature Nude 时尚行业标准描述，模型理解为杂志图风格。Christian l o u b o l t i n High Heels 品牌本身自带精致加质感的语义，这里没有一个词是在描写性感高跟鞋，我们只是精准地指明了一款现实中存在的时尚单品。模型对品牌有视觉记忆，生成效果却能精准地达到你想要的 sexy heels。模型不是在判断你的美学，它只是执行它的习惯。 你一模糊，他就退回默认；你一清晰，他就被迫精确。提示词的目标不是让他理解你，而是不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刚才我们没有加上精准的场景指令，他立刻就用最基本、最廉价的留白背景来敷衍我。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而是他没理由多做。你不给他构图锚点，他就调出一张默认模板，空无一物，毫无质感，只是形式上完成了任务。说到这里，有个特别恰当的比喻。 AI 模型就像美国的公务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说的模糊，他就程序上交差，他不会主动承担理解的风险，他只会回到标准流程，完成一张谁都无法指责的图。不是他不努力，是他不想担责。所以我们必须用精准的指令鞭子去狠狠地抽他，不是一句丝袜高跟，而是把二郎腿的姿势、办公室的灯光、背景的书架、室内的模特状态、面部特征。 皮肤纹理，乃至我们想要的品质感和氛围感，统统写清楚，逐条标定，不留一丝空白，不给他任何自由发挥的机会，然后发给他执行。怎么样？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把这整套提示词打磨成了更通用、更稳定、更高阶的版本，你可以直接拿去用，也可以按照结构替换关键词。 生成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图，这是一组真正具备高阶质感与奢华氛围的提示词。你可以截图保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把文档发给你。只要你说得清楚，模型就只能照做。这是语言的力量，也是我们与系统博弈时最锋利的武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即世界。”如果你觉得有用，欢迎转发收藏。我会继续更新更多真正有用加可落地的提示词干货。 感谢观看，下期再见。